功课，看一下我们队友在干嘛。大家衣着正常吗？大家的衣服正常吗？开始啦！嗯，好棒哦！我去打劫来了，快点大家吃。可以吃啊！已经闭起来，没有睡着。那谢谢。啊，然后结尾，结尾 ，YouTuber 你要练习啊！感谢，对，谢谢，就是十八了，十八，十八。现在我刚刚要加一位啊，十九，十九。十九了吗？十九了，那现在就再麻烦大家帮我订阅闪教主的 YouTube 频道，感谢。可是见面对不对？大家今天大家不要抠。对，见面大家的现在是这边是摄影，这边是指导摄影。结尾我刚结了。要出发前往吃晚餐。谢谢 CD， 让我们一同前行。这是阿兰。应该很久没听到他。嗨，你们有哪一个团体讲的吗？我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就你们？我们团体就不哎、欸，怎么这样哎、欸？那个最近趋势缺货，这样怎么没有给？为什么你们这样不行？哎、欸，我们这团进团出哦。哇，那真的是厉害，全部都一起。我们有掉一点点，但是我们还是有起来。很棒啊！奖状就一张纸而已，很棒，真的很棒，很棒，很棒。因为我不舒服啊，嗯，对啊，然后他一直说不舒服就哦，你还说哦哦，你也说服他哦，对啊，然后我使不上劲，很棒，你完成了，好啦，挑战是勇者，完成是英雄，坚持的感觉如何？非常好，非常好，非常快乐，今天比较慢哎、欸，今天我们骑了七个小时。今天累的原因是后段太阳出来了，体力消耗加速会加快。你不是台东，应该怕晒啊？台东晒还是要还是晒很久。以后还要跟我们骑车吗？骑啊，为什么？会不会觉得我们太慢？不会，太慢要讲，我们也不会变快，好吗？好，真委屈你了，辛苦你了，今天破风破得非常的好。虽然一度待到十八，我不知道是为什么，但还是谢谢大家。这次先问你，今天骑？哎，刚刚不是问你刚刚那在饭店？啊，那不是啊，那是给你，那是给你用花絮。那给我用。今天骑的感觉如何？今天骑的感觉，是。昨天的疲劳感，今天再骑，是，就是。还是还蛮好，好，你先思考一下，我再问下一位。手指尖骑的感觉如何？第二天。今天真的超级热，我觉得今天大家速度都很稳，炎热之下的一个小确幸，大家可以很快的到，带的都没有什么掉队，就摄影又帮忙，厉害！而且昨天还摔车，过一小段而已，但你们骑很快啊，对不对？教主对不对？不要 cue 我，有点害羞。对啦，今天骑的速度其实跟昨天差一点啦，昨天比较快。我其他的时候差队啊。对啊。昨天是。阿甘到后面有生气，对不对？就他超我的队啊。没有，昨天你刚刚你有讲到一个点，就是昨天是因为那个要帮一我。你有讲到来来握手言和，握手言和，你为什么现在才要那个我都要接到了？那、啊、你昨天完全不想握手言和，好不好？直接 ending 掉这一段，握手言和，好好对啊，好对啊，好对啊。然后那个，哎，在整理。哇，
叫我满面。他阿波王子、三王子是吗？请问这平路你还喜欢吗？蛮喜欢的，然后今天其实算是蛮无痛的骑完这一整趟，对，因为预期桃花都感觉会骑的感觉哀声连连，但我觉得今天骑的超好的，骑超好，这是你人生第二场还是第三场？第二场吗？第二场，他很贴近，就是我跟阿甘吊着他往前滚，再让我们骑的，哎，你就直说，是不是觉得有点轻松？是不是有点轻松？是轻松啊，因为我们今天就是一个走比较交友欢乐的路线，我们站站停。今天我觉得女生很厉害，真的，你们两个都很厉害的。我讲实话，比我预期的好，非常非常。哎，你原本预期我们是怎样？我原本以为你们会没力气，但是你们今天表现非常好。没有，可是你们第二天的表现真的蛮好的。所以我第一天表现不好。没有，第一天表现非常的。女生标准问题有没有？你们两天其实没有掉很多啦。对对，我觉得非常的厉害。是这么少？越挫越勇。下次三日赛了。三日哦？什么？都要三麦吗？三日赛了啦。好。台湾的三日赛。加码。哦，你是说骑完桃花都我们在加码？看你们了。在骑个什么东京五岭吗？看你们了，看你们。东京五岭很厉害啦，真的，你们女生很厉害，真的很厉害。庆今天真的也是稳稳的在。是，非常感谢，配速也配得很好。可以。下一场赛事想参加吗？都可以啊，都可以。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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们去跑马拉松。台北马怎么样？台北，年底台北马，年底台北马，台北马，台北马。啊，可能用走的。台北马，啊，你半马就好，我全马的。啊，半马可以，半马可以。我走了，我走了。好好好，好。这个很好看，对不对？这很可爱。小黑，这是我们的这个突击车司机。大哥，谢谢大哥。我也有，真的哦，真的哦。今天这样补习下来，我们还算。好受控。去年骑起来我也觉得很累。去年我很想要天骑耶，看大家很辛苦的骑都脚痒了。对，那下次就是你跟我们一起骑。对，那默默补给怎么样？对，默默可以加入我们的团队。当然当然没问题，尺寸直接给。我们算是你补给下来，算是非常舒服的吗？非常欢乐。那会觉得我们很吵。我住同一间呢，他这两天都跟我住同一间，我在跟他讲，哇，这个围巾，随着一条围巾问你到底要不要订阅，不订阅我就把围巾放下。这几位男生就一直在讨论，就一些人好玩，笑得很好玩。谢谢小黑，七进五岭哦，好，握手，握手，老战友，来，怎么样？先快乐，虽然不是你爱的爬坡赛，快乐的，两天都蛮平路赛，今天会很棒，都没有不舒服。烟气也超好，而且你后面生气，虽然生气情有可原，然后明明我还看得到他，我做得到，然后你硬要，我第一次听到他大声呢，他平常就是大家知道影片里面他就很冷静，就很温暖，那因为已经快骑不动，然后又没有，他今天后期真的生气，直接怒吼教主，你知道吗？我就哇。看到阿甘的另外一个，至少是说，你可以不要每一个月就挑战三月印地马拉松，四月黄花东，五月要干嘛呢？我的治疗师也这样子警告我，就是他说你知道这样很难排训练课程吗？他说现在都准备恢复了。感谢乐成物理治疗师的治疗师也这样跟我讲，我们一起感谢乐成物理治疗师的治疗师，就是在对于我们赛事的韧性需求下。努力的帮我们把身体复原。我直接跟我的治疗师说，我随时都会被抓去比赛。哎，没有，我有问你要不要，不要这样讲。我有询问你的意见，你不想要，没有关系。我有询问，我有询问。没有是，哎，那个三姨老师，他自愿参加的，他有选择权可以拒绝。哦，没有强迫。好了，辛苦了，吃饭。怎么了，笑什么？你有想要说话吗？没有。你想要说话吗？想要说什么？阿刚没有很爱生气了。然后有一阵子我们就开始。刚刚我们跟小黑聊天，他说是他跟我们骑车，你骑几啊？刚下来骑车，不错。好吗？好吗？好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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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妈妈。练习啊，对。
夜骑。夜骑骑。你有骑过什么台北的路线吗？台北的路线呢？因为台东站的太不爱讲话，我们先派出教子干两天。那、啊、你来台北，我能带你去光桂嘴了。OK。一峰中剑啊，光桂嘴太少了吧？半神，我怕我 hold 不住啊。他战神我，哎、欸，他是你粉丝哎、欸。人家战神，就你来台北跟你骑车哎、欸啊。可是你有跟他去西单塔？三塔，我没有办法、啊。他可以当你的队友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欢迎。哦，别走，别走，别走！战神真的连摸带摸的手都出来了。台东战神今天哦，这一次很荣幸认识你的。小黑，你小黑的礼貌嘞？那个表情控制，表情。才都冷掉，人家要你吸人家吃这么久，就握个手。你不怕人夹菜？对。哇，哎、欸，在按摩耶！哇，这样啊，哇，会耶，你会耶？我会啊，我你很不错哎。战神可以吗？可以的。还要再多吗？你能录那么久了，现在反男人录完更尴尬了，就有一些人喜欢看人家干。尴尬的观众也蛮多的，比如现在吗？欸、小黑，有礼貌，有礼貌，笑笑到了，就是这样，嘴角失手，很烫很烫。其实，丹尼，不太想骑车了，现在很累了。你骑进在补吗？没有啊，我已经没有在练车了，练车太累。等，我现在在练车。你之前是提早一两小时起床去骑车的人？没有，现在没有了。练车太累了。真的吗？真的吗？你有真的吗？我不知道，他这都只是都骑很快。那你这两天骑的骑几个小时？太伤啊！六个半吧。六个半。不要，我把安全帽给丢了。啊，对啊，安全帽丢了。真的？为什么？不骑了。对，不爽。哎、欸，那我认识丹尼很久，我可能分享过这种问题。你觉得骑太腻了，然后想要放？每天都当仓鼠太累了。每天都当仓鼠。就专注家庭，照顾小孩。没有，不想骑车了，真是太累了啦。太累了，不要骑车。之前练武林练超凶的，练超凶的男人是吗，麦哥？真的吗？所以你现在可以休闲骑了。有啊，你现在可以休闲骑了。骑第六次车。经典。真的吗？都不要再踩训练台了。真的卖掉了吗？没有，但是没有。我们这边有人想买。好了，你们要直接回去了。今天骑的还好吗？还可以。我本来想上车的，但就骑完。可累，骑的还好吗？今天还好。然后也是都你在破。没有，我今天推啊，不，没有推荐。没有想到会厉害，骑完。嗯哼哼，因为听说有你，就是身体。心脏还好吗？我吗？现在比较好。其实有这位勇者，我才他说他昨天不小心摔车，然后他今天骑完了。耶，感谢。他是练三铁，然后最长只有骑过40K。对啊，然后他今天就骑完了。我们台北再见，好，拜拜。哇，台东战神，拜拜。少十瓦，少十瓦，你要少十瓦了，嘉伟。启程回台北，开车吗？好，我开吗？先不要，可以啊。我们搭车，我可以开哦，我驾照，手牌的哦。先不要。